预测之九，球员的五大奖项预测，没有错啊，冠军还是要聊一下，好不好 ？MVP 我猜测卢克·东契奇也该是。Johnson is a guy that plays really, really aggressive on both ends of the floor for the Spurs. Turnover Dallas on the travel. Luka. We hear the referee's whistle of Tyler Ford. 是夏季体重控制失败，还是不适应 Jason Kidd 重新打造的进攻体系？又或者是被后撤步大大点名为 MVP 竞争者？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刚签下顶薪的 Luka Doncic 打出总出手命中率不到四成，外带场均 4.6 次失误的破烂数据呢？大家好，欢迎来到 JB 跟你一起看篮球。今天就让我们看看拥有上帝视野的 Luka Doncic 如何表演花式失误。那就让我们开始吧。Jason Kidd 改变了达拉斯的半场进攻，但没有拔掉 Luka 的球权，也没有减少挡拆的次数，但拥有上帝视野的 Luka 却频频做出错误决策。就让我们用比赛画面来看看他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这球挡拆启动，可以看到 Popovich 给予马刺的防守设定就是中锋沉退。这里暂停一下，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抉择呢？中锋撤退，后卫没有跟上，中距离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但 Luka 选择把球丢给近期三分相当铁的 Dorian Finney-Smith。一样的角度挡拆启动，这球后卫已经被 Luka 用大屁股挡住了。面对沉退的中锋，他并没有拔起来投射，而是一路往篮下切，最后没有上篮，而是硬塞给拖车的炮，结果失误收场。一样的挡拆切入，中锋一样的沉退防守，他还是没有投射中距离，但这次至少没有硬切到篮下，在罚球线附近收球，吸引对手，终于成功传给内线，但节奏仍是不对，炮放了个大枪。一样的挡拆切入启动，这次又不小心切得太深，但华丽的转身脚步让他创造出了空间。这一瞬间其实可以直接投射中距离，但他老兄又硬是要传一个不在节奏上的分球，考验队友的三分投射功力。又是挡拆启动，这次马刺采用艾斯的防守站位，炮顺势换了掩护边，让卢卡突破，又出现中距离的出手机会，但他没出手，硬要往中间传给那个已经被切断球线的中锋，再次失误收场。中间角度的挡拆攻击，其实这个瞬间已经是三分空档，面对沉退的中锋，再往前一步的中距离投射也是合理，但他又硬切到篮下，在空间拥挤的情况下塞给炮，炮根本无法出手，只能再运球到外围重新再打一波进攻。在低位启动，漂亮的低位单打动作，面对到中锋的协防，一个漂亮的转身，这一瞬间是多么漂亮的中距离出手动作，但他老兄硬要来一个花式传球，被吓到的 Tim Hardaway Jr. 在三分线后一步拆炸弹。卢卡真的不会破解吗？还是他在坚持什么？中锋沉退，他只要中距离或抛投就可以化解这样的防守策略了。到了下半场，马刺中锋一样沉退放出中距离，卢卡还是没有出手，分球给外围射手，但其实卢卡并没有吸引防守，撕裂防线，Dorian Finney-Smith 只能再次突破，做出不习惯的攻击模式。这球罚球线附近的挡拆差点掉球，但其实球捡起来中距离就可以化解这次的失误，但他老兄硬要在空中扭腰，放弃中距离去找旁边的射手，再次得到失误一个。其实 Luka 自身的进攻破坏力是很强的，不管是在低位硬打篮下，还是在中距离的附近对抗后出手，他都拥有相当高的效率值。看看这个在侧翼启动的翻身中距离跳投，只要他肯投，联盟中的后卫根本拿他没办法；只要他肯投，甚至用犯规干扰，他也可以二加一。在第三节中后段，他终于是想起来他会投中距离了。当他提升自己的得分破坏力，才能真正吸引防守。当你拥有多重进攻选择，防守就会迟疑。这球马刺中锋选择更靠近 Luka， 避免他的投射，这也就造就了他可以用脚步搭配脚动作来攻击篮筐，可以投射，可以切入，就会让中锋陷入迟疑。这球马刺中锋就站在一个相当尴尬的位置，既守不到中距离，也跟不到内线，让 Luka 轻松化解。又是一样的挡拆，马刺中锋又站在尴尬的位置，这是 Luka 直接抛投得手。面对沉退防守频频被破解， Popovich 马上喊了暂停调整战术，因为他不能让达拉斯这种中距离直接带走比赛。
暂停过后 ，Popovich 的选择是直接换防，但这就是 Luka 最爱的。大打小，他有身材优势；球打大，他还够灵活且够准。这就是他的 Luka Magic。又是换防，得到球打大的机会，切入后的中距离抛投一气呵成。又是再换防，结局会怎样呢？这是一系列精彩的 Luka Magic， 但在 Magic 开始前，先让我们回想一下是什么逼迫 Popovich 改用换防的。答案就是中距离，重新拾起中距离，而不是继续花式失误，就是造就 Luka 上下半场判若两人的原因，也是让达拉斯险胜马刺的原因。隔天背靠背来到丹佛出战金块， Luka 开局相当稳定的中距离，让达拉斯还能跟得上金块的车尾灯。但下半场背靠背的出赛让杜卡体能下滑，中距离的稳定度开始下降。接着又开始表演一连串的花式传球，考验队友在高难度的情况下接球并出手三分，节奏很快就被金块带走，惨败收场。杜卡绝对还是 MVP 等级的球员，但他需要调整自己的体能，不然背靠背的出赛及强度更高的季后赛一定会遇到麻烦。并且发挥自己的进攻破坏力，稳定投射中距离，才能为队友创造空档，并施展自己的 Luka Magic。好的，今天影片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